吗？姓高，姓高，有高可言。是我呀，是不是你呀？哎呀，我可喜欢你了呀！我可喜欢你了。我谢谢。我跟你说，我听你不是一家半天了。是。我在我们老家不就老是不听你。哦，您在老家就听我。在老家我老听你。哎呀。老家有那个收音机吗？哦，就是挂匣子。收音机有时候也老是放你去。是是，有录音。我是你的粉丝啊。我谢谢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全村的人都是你的粉丝。我这粉丝都比村里村的那哪都是可喜欢你了。我今天我见你过来了，我跟你说压根也没死啊。不是啊，我今天我见你本人了呀。真人。可高兴了呀。你让我说出一件事情来，我也让你高兴高兴吧。那什么事儿啊？可没件事情你听着啊，说啊，我们村子有一个大傻子，这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我们村子的大傻子可喜欢你了。大傻子都喜欢我，一听你的这个样子，还这么犯傻呀？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是病。我们村子的大傻子听完了你说的相声之后啊，怎么样？考上大学了。哎，太神了这个。我们村子还有一个寡妇，寡妇哎，一个寡妇也可喜欢你了。喜欢我的什么？喜欢你，喜欢你。说的相声啊，把您说清楚了。我们村的这个寡妇听完了你说的相声之后啊，我也晕了。我的天！您等会儿吧。不是，你太有能耐了。我能力有限。经常在剧场出现，是不是？是是，太好了。以后啊，我天天过来。欢迎啊！我天天到这儿，我听你来。好好，我就冲着你来的。真的？别说不行，我也听你。您瞧瞧，我说你比他们瞧。嚯，您这过劲了。哎，你好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就回去了。老家我就回去，我就天天搁这儿，我哄你。没没没，您我听你。不是，首先我谢谢您。可是您呢？该回家回家。我家里有事儿，我就听你家里有不事儿。不是您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您回家呀，家里有老人有孩子，你不知道啊？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上这儿，我天天我听你啊，我是有目的，我就是不乐意我回去啊。你该回去回去，你有什么用啊？我不能回去啊。为啥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出去嚷嚷啊。我不嚷嚷，您说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呀，在家里面我惹了祸来。哦，是吧？我惹了祸来，你别出去嚷嚷啊！你们出去嚷嚷个屁呀！我太乖了。这事儿我不说。你可别出去嚷嚷，我惹了祸来啊！我惹了祸来呀，你说呀？我说你别出去嚷嚷。啊，是。我惹了祸来呀！你别出去。您都喊出来了，这是吧？我告诉他们一声，别出去嚷嚷去。您这都犯出去了。你不知道，我要在家里面，我得罪了人家，我回不去了。您得罪谁了？我得罪人。您说，你看看在你们这个北京啊，最大的那个官儿，都是什么这个市长啊，对，书记，对，什么局长，您小的科长啊，他是有，在我们那儿，您那儿，我们那儿最大的一个行政长官，谁呀？村长。村长还行政长官，哪里行政长官？您有个村头就行。我把我们村长我给得罪了，您把村长得罪了，把村长给得罪了呀？什么事儿？您见过我们村长吗？不是，你惹不起了呀？是，我都惹不起呀！啊，我们这村长脾气可大呀！哦，脾气大，脾气可大了呀！怎么大？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啊，就这么说吧，比如说有个小孩有个小孩在这拉一泡屎。我们村长就那狗过来吃了他，就再不能狗不过来吃了他，我们村长自己把那吃了。你说这个脾气那大呀？村长狗为什么不好惹呀？惹不起呀、啊！这脾气太大了。
长，我村长一年四季的都是穿着这个西装。哎，这是规矩。不，他不是规矩，他当官儿。不过他不是规矩，我在夏天天天热，上街也是穿着西装，配俩领带，下身穿一大裤衩子。这样，还轻盈摸索。这是哪年过的？那他底下穿裤衩，上边穿。是啊，我也纳闷啊。他一年四季的他都那样。那上边那个？哎，系的不是严实。哦，系的不是严实。你我也纳闷儿啊。那都说有一天嘛，有一天这晚上，我们村子副村长、村长，还有那个妇女主任，还有那个会计，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商量一下下半年的工作。哦，开会讨论。几个人坐在桌子上，大家商量啊，大家商量。碰哎呀，打麻将似的，不容。那您别老碰了，那是开会。他一边开会一边打麻将。哎，那您打完牌再开会。我一看。您干嘛去？哎，我给他帮忙啊！伺候白裙儿。对呀，去哪儿都是你东西。哦，村长，你这把也好了呀？啊，是是，对吗？嗯，你看我们村长都出钱了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村长都汗啊汗往那流啊！我看他流汗了，这急的呀！哦，用不着钱是急的，你汗啊汗往那流。我一看村长太可怜了，怎么？那汗啊汗往那流，我看这衣服都能湿的。哎，我也是好心的。那您呢？之后，我村长。我把这上面那个扣子给他解开，您把这扣子解开，解开扣子之后，可就让他惹了祸。解扣子呢？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把上面那个扣子解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脖子这儿有块血，脖子上面有块血，那块血正大一块血，或者都给人印章了。这是个秘密呀！哦，他不想让人知道他这儿长块血，所以气这么紧。我给他解开。
牛毛给扒了，这麻子我就下回来了。我觉得也是，他不管我这种做法呀，牛头还是跑啊，不新鲜。妇女主任那个脾气不小啊。怎么了？还得压住谁黑？
多幸运。那一看我找完这儿见姑娘了，这这么多花花溜的人，那可不，这一看我得劲了，车也多，人也多，反正红的是个人呀，那个黄的也高，哎，反正打楼高楼，哎，我都打下了，我们村子就没有，我们村子都是那个旧房，哎，那是大木头旧房，你看人家都是大楼，老高了，老高，你看大楼都这么高呢，高楼高了，一二三，没到啊，没到三。零食。
啊，我们以后就聊个猫啊。哎，是个主持人呢，报名过来，拿着一个话筒啊，麦克，说那个感谢大家来到咱们这个地方，咱们很高兴，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大家都知道黄河吗？黄河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是我们要爱戴我们的黄河，太对了，我们要好好对待我们的黄河，没错。马戏团，哎，姓苏的那个，好多年都吃这个，嚯，大象，这都是大动物，哎，老虎都是这个，还有猛禽呢，我喜欢看这个，啊，它刺激，好玩，哎，我喜欢看这个，找一个座位，我就坐下，啊，然后呢，出来一个小姑娘，又是小姑娘，哎，又小姑娘训那个老虎，驯兽，哎，小姑娘长得漂亮，是，她这个声音啊，跟我们那个农村的小姑娘不一样，啊，是有点差的，哎，我爱美中英年。哎，那个真男人可特好，是吧？那小姑娘特瘦，特别瘦，穿的衣服特简单。穿的什么衣服？那就是特丑要的那种。什么样？特简单。什么衣服？就是那样的衣服，就是上面一个，下面一个，三点式。驯兽穿三点式。我又知道这种的，反正人家就这种形式。那他也衣裳特好看。很简单的，然后训那个大老虎，驯兽，让那个大老虎干什么，那个大老虎就干什么，是吗？哎，可听话了啊！那个小姑娘手里拿根棍儿，哦，驯兽用的，哎，驯兽用那个棍儿，那个老虎说趴下，老虎就趴下，哎，给我站起来，老虎就站起来，你瞧瞧，我滚一个，老虎就滚一个，滚一个。您找我吧，拿老虎当狗训是吗？当狗还卖呢？就是那么，不是那么听话。我这么跟你说的，哎，就那么好啊！你看我喜欢这个呀，我感觉挺好。到后头还有更精彩的，还有更精彩，有一特精彩的啊，就是这个小姑娘，这个小姑娘哪都是里面好一个的。您等会儿。我碰见我客，这么巧，你看俺这小事，我碰见我客回来，我客。
用着自行车回家。骑车呀？我呀就能怪人。骑车还用着怪人？不能怪人。怎么？我蹬着车，我往哪头？头里面有一个大胖子。啊，这个大胖子呢，也蹬着一个自行车。是。这个大胖子蹬的自行车呢，比我这么大。哦。我也是二零的轱辘。啊。大胖子是二八的大轱辘。大不少啊。是呀，他反过来，怎么反过来？他把那个身子呀给掐下来了，掀起身子，哎，掐起身子来，又冒油了，捂了个胸，就说放屁了。我也在后边跟着呢，啊，我这是二零的小轱辘呀，是是，蹬着点费劲呢，还使劲蹬。水就有鱼啊！哎，我摸了，我看我洗摸摸。
动作做完清楚怎么样？哎，这不可不没眼，鱼死不魔咒。诸位，